就是召集任务完成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获得大哥送的这20000个巨款。还有2分41秒的时间，然后还有100多个，150个，集结太慢了。忘了是什么时候，习惯了一些问候，听老情歌最后一首，轻轻地站在颤抖，思念像无边的海，我们在无力的游，思念在前后，侥幸在左右，谁才会悟这一笑。你会爱我的什么时候，你会陪我到哪个路口，我不知什么理由让你可以和我厮守到白头，你会爱我到什么时候，你会等我到哪座桥头，我只剩下这一颗红豆，请你把它收下，别让风带走。糟了糟了糟了，还有70个，赶紧加油了，指不定能拿双份巨款。还有60多个，只有1分钟啊。时间像无边的海，我们在无力的游，思念在前后，侥幸在左右，谁才会悟这一笑。请问两人吗？还是完成了2次集结？解释一下，72个红钻的话，就是7毛2分。哪有0.072？0.072也太夸张了。